那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今天跟或者是昨天开始就已经很夯的任天堂实验室。那任天堂实验室基本上它是任天堂希望用来诠释 Switch 更多玩法的一个游戏套件。那主要构成的话，它基本上是用厚纸板。那主要的概念是来自于，就是大家小时候其实都会用厚纸板去做一些玩具来让自己觉得很快乐。那任天堂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子的概念来促进，就是比方说，让玩游戏的人他可以用透过手作增进跟亲子之间的互动，或者是说透过手作的方式来发挥自己更多的创意。那同时的话，其实它也是可以让 Switch 创造更多玩法的一种全新的尝试。那有些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是像以前用塑胶的方式来做其他的配件？其实任天堂的想法是在于说，大家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去拿到这些厚纸板。那其实厚纸板它虽然是很容易坏，可是它也相对的是很容易再去重新制作。那透过这样子重新制作的过程来讲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让玩家可以去体验到更多手作的乐趣，然后同时在一些手作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玩法。比方说像旁边这个 Variety Kit， 它其实包含了像钢琴或者是遥控车或者是摩托车，甚至是你可以在房子里面养那个虚拟生物，或者是像这样子钓鱼。虽然基本是五种游戏，可是它其实可以透过更多的组合去创造出更多的玩法。甚至它在软体里面，它也提供了一个 Garage Kit 的工具，可以让使用者去自行去定义说，比方说像 Joy-Con 在这些纸板的配件里面，它可以去做出什么样的操作功能。那当然是大家很多男生可能都会很喜欢的机器人套件 Robot Kit， 它其实就是实现说，你很多男生其实从小都会想要说，我想要去驾驶无敌铁金刚或者是钢弹，甚至是像遥控铁人28号这样子的梦想。那其实它其实就是用体感的方式让玩家可以去体现，就是说我可以像是在操作一个巨型的机器人。那当然这个套件要觉得比较好玩的话，其实是要做双人对战。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找那个朋友，他同时有 Switch， 同时他也买了 Robot Kit， 那这样子他才会觉得比较好玩，因为可以做线上统殴对方的那种快感。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把 Robot Kit 放在旁边。其实他在任天堂在旁边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去说明说，比方说你现在是6岁或者是10岁的组装的时间，比方说像遥控车的话，它可能也许它组装的时间也许就是需要大概10分钟左右。那钓鱼套件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久，可能它需要90到150分钟。那像房子的话，它因为也有比较多的配件，所以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是要120分钟到180分钟。那像摩托车套件的话，一样也是到大概90到15。那底下这里的话 ，piano 那钢琴套件的部分的话，因为它也是有蛮多套件的，所以大家在这整个套件里面还是最花时间的，它大概是要花150分钟到210分钟。那最底下这边的话就是 Garage 的套件，那这边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玩家去制定更多的玩法。所以一组 Variety Kit， 虽然还有五种基本的玩法，但其实你可以创造出至少大概会有大概8到10种不一样的玩法，甚至可以更多。那主要是看说玩家怎么去从这里面的组装配对里面去组装更多。比方说像在那个汽车好的汽车里面的话，它除了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控制器去把它可以去透过 Joy-Con 上面的红外线跟它的震动马达，然后透过遥控的方式产生震动之后，它就会自动产生往前的驱动力。那听起来有点悬，但是其实它就是透过很简单的物理操作模式来去实现一个小型遥控汽车的状态。那配合 Garage 的套件来讲的话，你可以去让它设计说，比方说你可以让它自行去排定说它怎么去走。那在摩托车这边的话，它其实还有包含另外一个套件，可以让 Joy-Con 变成一个光线枪。那这个游玩方式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其实里面最花时间的应该就是 Robot Kit， 它整个组装时间的话，其实也是蛮久的。它大概也是要180分钟到240分钟，那整个
装起来的话，其实是蛮惊人的。所以这整个这两个套件组合起来的话，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说它组合的时间，在于是它组合完之后你要怎么收纳它。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那打开里面的话，那当然就是 Labo 本身的游戏盒。那底下的话就是它的一些联动配件，比方说橡皮筋啊、绳子啊，或者是让那个绳子在滑动之间比较容易不会去对厚纸板造成损伤的滑件。那底下这边的话就是一大堆的厚纸板构成的东西。那其实任天堂这边的话，它官方其实在官网的时候，它有提供使用者可以去下载这些厚纸板的原始图鉴，所以你这边的东西假设不小心玩一玩，它可能因为汗水或者是你太过于用力，它造成它损坏的话，使用者其实是可以很快的再利用印表机重新再练一组，然后你就可以立刻再制作。那其实从这些的想法来看的话，任天堂他其实就想要去实现说，他一开始希望可以让 Switch 有更多的玩法。那可是透过配件的方式，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可是，以 OEM 厂商或者是任天堂本身来讲，他发想的点子其实可能还是有限，甚至他可能会需要去考量说市场的成本，然后去决定说要不要去量产这样子的配件。那其实对整体来讲的话，过多的塑胶产生的东西，它其实也会产生一些环保问题，所以这可能也不是任天堂以后希望发生的事。所以其实以任天堂目前的规划，它后来开始在日本开始推行一个跟新创团队合作的计划，它可能就是提拨一款一笔资金，然后让新创团队可以去发想说不同的 Switch 的游玩方式的点子。那透过这些点子的征集，那他可能可以去创造说更多 Switch 的玩法。那其中的话，可能他们就是会用 Labo 这样子的方式，用厚纸板让新创团队去打造更多的创新的玩法。那这些点子当然目前是在日本的开始的收集中，那也许就是在今年秋季之后会有更多的新的玩法出现。那以目前市面上来看的话，就是 Variety Kit 跟这组 Rubber Kit 这两组为主。那除了这两组之外呢，任天堂为了就是让厚纸板的这些配件变得更有趣，它其实还有推出一系列的贴纸跟那个所谓的纸胶带的东西，还有喷漆，甚至其实你使用者如果比较有心的话，你其实也是可以自己用水彩笔或者是彩色笔在上面做涂鸦，就是他希望可以让厚纸板这样子的玩具变得更丰富、更有趣。那个人说，坦白说，个人还是会觉得说，那个任天堂做纸胶带或者是做贴纸这件事，其实有点犯规，因为真的是很可爱。可是你仔细去想的话，你真的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会用到纸胶带或者是贴纸。所以要不要买纸胶带或者是那个贴纸的配件这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啊，毕竟。买一组来讲的话，可能也是要新台币大概1000多块钱。那这两组以目前的售价来讲，虽然是说不贵，但是两组买下来其实也将是快要半台 Switch 的价钱，所以其实大家就是量力而为啦。那当然，目前台湾目前都还没有正式的版本进来，不过我们也是很感谢普雷伊，就是抢先引进了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在4月20号这的今天跟日本一起可以去享受到Labo 这样子有趣的游戏。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